大家看到我手捧这个黄瓜香吗？这个就是去年黄瓜香老了之后咱没采到就变成这样的了，今年这里边它就重新发芽了，咱就可以采里边新的了。正好这一兜菜也满了，咱就可以倒袋了，满满一大兜了。这兜菜真好啊。一兜菜，真不扛划着呢，一划了一小兜。哎呀，又解不开了。这旮旯让我划了，基本都差不多了。一会儿把袋子系上，往下面走一走。下面来的时候还看着点，再溜一溜。老是好背呀，一轮就起来了。小菜看也可好了，这回可以回家了，正好下山的时候在这旮旯又多溜了两兜。收获一天，真好，瞅着菜老高兴了。总算上道了，不是沉是真沉的，这女的干活就摆着没有劲儿了。我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去找我哥去。我们分开了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，上上面我去喊一喊。我先把带自带菜扔着，要我在山里背太累挺了。咱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了，我得歇会儿。